大老师，丽塔老师，嗨，为什么那么多客人来找你做电棒？因为啊，他原本一直都是植发的状态，然后因为这小姐姐啊，她从来没有过自己有卷发的样子，所以我想说先帮她用个卷发样子，让她可以知道自己是属于卷发的，那之后就会回来找我烫头发啦。那你都怎么建议你的客人做烫发跟卷发造型的？像这位小姐姐本身原本是植发的，你看妈做完造型之后，你看她可以看到自己有卷度的样子，然后我们烫头发，她可以利用卷度让她撑她的头型，有没有这样蓬蓬的？那妈做完之后，她是回去觉得下次洗完头，然后又变回直，然后就爱上自己卷发的样子了。这位美丽的小姐姐，怎么啦？你是第一次来吗？没有，我已经给丽塔老师用了十几年了，每一次来都会焕然一新。今天我是特别帮你改变了一下你的颜色的部分，然后让你心情变美丽，不要再心情不好了，好不好？好。等一下，小姐姐，你为什么心情不好？没有啦，就刚失恋而已，想说换一个不一样的感觉，重新出发。